认真会拉花，那我只要爱心。你看那个脸，只会一颗爱心，对，只会他的脸。有看到男朋友？没有啦。很难。你要这样子是不是？不要这样子，我们和好。哎，厨房会不会小声一点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Sorry。哪五个人啊？哎，不是你的那个团吧？是男团吗？是男团哎，是一个男团呐。站一排吗？我们这个站在那边站一排。好，好了，对 ，All in five， 这是名为那个浩哥、佑廷，你们主打歌是什么？阿康 ，I can see， 预备，开始。I can see， 那么好听你，所有答案渐渐变清晰。现在要分配内外场，你们各需要几个人？你们会什么？先快速的讲。我是队长陈恩，我有做过咖啡厅跟火锅店的外场，然后也会咖啡厅的拉花。你认真会拉花？那我只要爱心。等一下，会一颗爱心。你看那个脸，只会一颗爱心，对，只会他的脸。他可能需要你了。我会搬重的，搬重。我会做菜、切菜、备料。那就非常非常好。我之前是在便利商店打工，是店员，所以什么都会。外场。我什么都不会，但是我愿意吃苦。好，我跟你讲，那边有海吗？你全面游泳给大家表演。因为上次有一个这样讲的，真的去海里面还没有上来，他说就带他去那个很远很远，你们不要以为这边是海港，这是我们特别设的游泳池，就是观赏池。好，我们男生们，我们赶快先工作。我要这个我要。你会搬重物？备料是他。备料，那你去那一趟。你过来我们这。对，你的营养靠那边的。哦，搬重。生气，什么都不会。对，什么都会。我给他换毛牌。你们有20岁吗？我跟玉成21岁。哦。然后18岁是博安。18岁哦。对。2004年吗？对。2004，我们几岁啊？我2006年出道啊。你也是啊？我差不多。那你有看过黑社会吗？黑社会有。你那时候才几岁？你不要骗人，你4岁怎么看得了黑社会？我没有看当下的啊。哦，是回看哦。对，就是之后有，只是片段而已吧。国小的时候有回看过。国小的时候。那你知道妥中康吗？知道。那你知道鬼鬼男朋友是谁吗？有看到男朋友？没有啦。没有啦。很难。你要这样子是不是？好，不用不用，我们不要这样子，我们和好。哎，厨房会不会小声一点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Sorry。又忘了哈，对不起。哎，超级得力助手。哎，你是得力助手，他可以一个人做超级多事情，你超棒的，真的。他刚完全很棒，而且他完全不用我讲，他就会帮我做了。刚刚我也是一来回来，然后他已经切好都弄了。对，哎，所以没有时间聊天，怎么了？什么？有，你们很闲啊。我们在等啊。对，根本不会聊天。对啊，奇怪。